蕾拉这泳装化，这个比基尼3.4啊，然后林丹也是，都是这种细肩带的这种，明明就没有拍摄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的性感。拍摄，哎，大家都自己人啊，你没有诱惑谁啊？他们的睡衣也是在侧乳啊，比较 gay 棒会出现那种吊杆。睡衣还要露侧乳啊？就那个吊杆是非常挖空那种，对，就是哪怕这么熟，还是会忍不住还是会去瞄一下。我们都觉得这个此风要继续涨下去。然后女生有什么水上活动？哎呀，对，哇，这个天哪！有一次我们团体嘛啊，去那个拍摄露营啊，可那个时候已经拍完了，已经没有拍摄了。我靠，这个蕾拉这个泳装哇，这个比基尼3.4啊，然后林丹也是，都是这种细肩带的这种，可是明明就没有拍摄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就这么的性感。拍摄，哎，大家都自己人啊，你没有诱惑谁啊？不会啊，没有拍摄，我们还是要穿的漂亮啊。幕后的工作人员也是啊，然后这一脱，哇，整个。我们都觉得这个此风要继续涨下去，此风可涨。露营会这个睡觉嘛，睡觉的时候会请来露营车这边打桌游啊，打游戏。他们的睡衣也是更精彩，很像那种啊侧乳，对侧乳啊，比较像 gay 棒会出现那种吊杆。侧乳啊，那很夸张。没有，他们有穿内衣啊，可是就那个吊杆是非常挖空那种，好像很挖很深的那种。对，就是哪怕这么熟，还是会忍不住还是会去瞄一下。对，以前就是每次出外景什么的，然后我也是说睡衣就是带那种家里的睡衣，只是家里睡衣会破掉，出去再不要破掉就好。我都是运动服这样子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出外景的时候，就有女生说啊，我睡衣都喜欢穿一整套的这样子，就在跟其他人讲。我想说什么意思？从此以后，拎杯嘛带一整套睡衣，想说对。我对无意间一直撩头发，看到一个女生跟打哈欠跟打喷嚏一样会传染的。一个女生一撩，其他女生就跟着撩。狂撩。日本人不太一样哎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们日本人啊，就是约会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女生啊，是啊，嗯，臭男的。谁会这样子觉得？怎么？这意思是就是他想爱爱。一个一个来解释 ，OK。一个女生单独跟我去吃烧肉，基本上今天晚上是 OK 的。吃烧肉，烧肉，烧肉。为什么？我们日本人哈，就是吃烧肉是吃肉嘛，这个关系是好的。就是我给你吃，就是原始的东西，那基本上对你有相信是 OK 的。吃烧肉晚上喝一杯，基本上这样。不要卷。99.6%可以那个。99.6%。那吃居酒屋的时候，这样就不是性爱。如果单独。就也是，这是比较暗示你的意思，大家参考看看。我们为什么要参考？